大家好，小林校长，而家已经凌晨一点半。咁今次嘅目的地就系位于北阿尔卑斯嘅纳山黑部入边嘅塞唐嘅雷鸟扎野营场嘅，所以系一个大长征嚟嘅。而我咧想搭头班巴士喺善泽道入塞唐嘅，头班车系七点半嘅，所以咧我就决定系唔住酒店啦，咁就揸三个几钟车上嚟。咁呢度有鸟住车场嘅，咁而家我拍到个市营住车场，咁就唔使钱嘅。上边嗰度近啲喺巴士站，佢有三个住车场嘅，佢写住一二号咧就系1000 yen12小时，三号咧就系1000 yen24小时。咁我哋就喺度瞓觉，听朝就一早起身最执袋啊，系因为黑掹掹好难执啊。咁我而家瞓觉先啦。要執咗啲嘢出嚟咧，但未 pack 袋嘅，但真係太急了啊！要去邊廁所先上。咁呢個下邊嗰個車場就冇廁所，所以要下水嚟嘅。咁一搭巴士就喺呢度，七點半。除了揸车嚟善泽之外，大家亦都可以在顺农大丁、松本、长野乘坐啊专属的巴士直接前嚟呢个善泽嘅。去完厕所顺便买埋车飞。呢段名为纳山黑部阿尔卑斯路线，是可以由长野县的顺农大丁乘坐八种不同的交通工具，中途会有不同的车站、景点俾你欣赏和休息嘅。最后可以穿过呢个北阿尔卑斯的山脉，到达富山县的富山站嘅。而揸车嘅只可以嚟到善泽。站之后就禁止车辆进入噶，所以系必须乘坐呢度嘅交通工具啊。善泽至塞唐有来回优惠票嘅，成人每位12300 yen，限期为5天，即系你5天内可以去一次翻一次嘅。咁除咗由善泽嚟塞唐之外，大家亦可以选择喺纳山站嗰边上嚟嘅。嗰边嘅美女坪站啊，更系每年纳山黑部四月中开山嘅时候嘅名胜景点啊，雪之大谷嘅所在地啊。啱啱赶完前班背班车，佢会帮你顺延下班嘅，咁而家就等够呢个班先。けど、ある程度のどこからもね、記憶を上げるにつれて。呢度系黑布水库嘅，咁我哋就唔睇住，因为有旅行团啦。咁我哋而家调去下一个目的地。咁而家嚟到大观峰站，睇翻头先下边个水库嘅。
Happy New Year。边度界界嘅啫？哦，唔系咩？到失控站啦。咁佢呢度都有 lock 架嘅，目测就见到廿个可以挤到大劫咯。好，咁而家我哋整一轮啦，咁就出发。如果你要塞唐平啦，不過都係多人，因為太熱門。咁呢度有個垃圾肉店嘅湧水，咁啊裝嚟飲下，可以直接飲用。嗱，咁一嚟到咧有兩個分叉口嘅，右手邊咧就係、是、上紅山嘅，咁左手邊就係去 Iculica 池嘅同埋記錄方向嘅。咁我哋就去地獄谷方向就去嚟個鳥莊嗰邊啦。而身後嗰個咧就係、是、垃圾連峰啊！立山连峰啊，系位于日本嘅北阿尔卑斯山脉入边嘅，亦即系啊飞陀山脉啊。当中以立山同被称为日本最难关之一嘅壬岳作为立山连峰嘅两座主峰啊。而嚟到室堂眼前所见到嘅就系立山啦。咁其实啊，立山啊就并唔系一座山嚟嘅，而系红山、大屿山、富士节立三座山峰嘅合称嚟嘅。另外啊，立山同富士山啦、白山啦合称系日本三灵山啊。是日本古代山岳信仰中的三座圣山嚟嘅，咁亦都系吸引众多人前嚟的原因之一。我咧就入咗个新装备，就是太阳能板。咁我哋试一试佢嗰个效益系几多先。而家系呢个十一点半，咁睇下一日去到 campsite 睇下可以抄几多。一上到嚟呢個高峰位，就聞到啲臭蛋味。呢次表個 Iculica 池咧係温泉嚟嘅。咁行幾分鐘就嚟到呢個 Iculica 池。Iculica 池咧係約10,000年前所形成嘅火山湖嚟嘅，藍色嘅池水。清澈又美麗啊，係室堂嘅地標之一。加上啊，身後嘅立山連峰啊，何其美麗又壯觀啊！所以啊，好多人都喺度影相打卡啊。咁個池旁邊下面見到地獄谷啊，就好似上次去亞蘇嗰陣時見到咁。地獄谷啊，會有毒氣嘅排放啊，會因應啊風向啊、火山活動嘅狀況啊，禁止遊客接近嘅。而我今次就正正是不能够前往的时候了，那就未能用较近的距离呈现地獄谷的画面给大家看了。Iculica 池温泉咧系呢度其中一间嘅山屋啊，提供住宿、膳食、卖店，更有呢个日归温泉啊，亦系日本避汤协会成员之一啦。咁呢度嘅天然温泉咧，更系全日本海拔最高嘅温泉嚟嘅，达到呢个2410米高噶，泉水嘅硫磺性质啊，嚟自旁边嘅地獄谷嘅，完全冇加水、冇加热，完全天然。行完山啊，露完营啊，出嚟浸一下，有效咁消除你嘅疲劳啊。有时间嘅话，记得嚟浸一浸啦。离开呢个 Iculica 池温泉咧，就向呢个雷鸟庄啊、雷鸟黑啊，同埋雷鸟站野营场出发。咁就呢啲已经行咗大九个字啦。血之池其实是一幅湿地上有的几个小水坑嚟嘅，由于位于火山地带，水中含有大量的氧化铁成分，在特定的季节情况之下，水是会呈现鲜红色的，好像血咁，所以就被称为血之池了。
雷鳥莊咧，亦都係呢度其中一間沙屋嚟嘅，亦都有住宿啊、膳食啊、賣店啊、温泉設施服務提供，所以啊，我哋就喺度作個小休啊，同埋享用呢個午餐嘅。呢度啊，亦可以觀賞到啊雷鳥澤啊地獄谷嘅，係一個唔錯嘅休息點嚟嘅。咁我哋食完 lunch 啦，就過去雷鳥澤嘅 camp 場。咁你嚟到喺門口就擺啲 form 噶啦，填翻資料，填完 form 就入去俾張 form 文啦，跟住就係俾錢，1000 yen 一個人嘅。咁佢就應該冇 check out 時間嘅，如果兩晚嘅價錢就1000 yen一個。咁而家就揀俾先。咁其實一眼睇曬噶啦，咁就啲草又唔摘得嘅，因為佢哋屬於高山植物咧，你摘啲無草嘅，係啦。滴滴兔，咁而家我嚟雷鳥黑度買飲嘅。雷鳥黑是最近雷鳥澤野營場的山屋嚟嘅，由雷鳥澤野營場啊步行大概10分鐘就會到達噶啦。同之前兩間山屋一樣啊，提供咗住宿、膳食、賣店、温泉設施嘅服務啊。咁呢度嘅大浴場啊，更可以欣賞到啊紅山啊、大嶼山啊、真沙岳啊、別山嘅山景嘅。而雷鳥黑落少少咧，仲有一間山屋嘅，叫立山蓮峰小屋，亦都係有提供住宿啊、膳食啊、賣店啊、温泉設施服務嘅。不過啊，呢間小屋咧就已經喺9月22日啊，結束咗營業啊，去過冬啊，要等下一年啊，先再度營業噶。咁我哋買完啤酒就翻過去營地，咁我哋就氣下氣下，跟住食晚飯，跟住休息，睇下今日有冇星星食。都有啲雲，真係塔未唔好。講翻頭先塊太陽能板啊，由40%+，頭先去到3.5%，咁啊差到40%。見我著翻件風褸，入夜開始寒啦。今晚應該0度喎，就整啲嘢食先。暖暖個身，望住呢個立山蓮峰，食啊！咁我買咗新嘢，就係呢個掹蛋嘅術，配合佢嗰個輕夾嘅一個架啦。咁而家就煲水先，用呢個 MSR 嘅 Pocket Rocket 2。呢個高嘅打火石。
别加埋颈巾，好冻，越嚟越冻。天衣，因为嗰阵先。垃圾連環抗拒，哇！抽埋手套，好凍啊，真係凍。薯條、醬酒，GB level 台仔，嚟介紹一下呢個雷鳥澤露營場先。咁佢位於啊立山連峰之下，可以觀賞立山連峰嘅絕景啊。場地位於海拔2277米高，可以作為啊立山縱走啊澳大日樂登山嘅基地啊。咁由室堂行過嚟咧，大概45分鐘至1小時。咁路況啊都良好嘅，所以係一個初心者啊都可以到達嘅營地嚟嘅。呢度四季嘅景色都唔同，好似而家嘅紅葉秋色啦，夏季嘅翠綠啦，冬季嘅白色雪景啦。不過由於立山啊会喺每年嘅大约11月至到4月啊封山嘅，入嚟嘅交通工具咧都会停驶，所以啊冬季系入唔到嚟嘅。如果想嚟睇立山啊雷鸟泽嘅雪景咧，就要喺4、5月嚟啦。咁日本人啊称之为残雪期嘅。咁立山内嘅雪啊仍未完全融化噶，呢、这个时间啊就可以欣赏到雪景同埋作呢个雪路啦。其实雷鸟泽露营场啊一眼都睇得晒噶，唔算好大，亦都唔算小，营地大部分都系平地嚟嘅，地面啊真系呢个沙泥地，沙泥系有少少松嘅，所以啊记得落完钉之后啊，就揾嚿大石砸住啦，又或者直接啊绑大石咧，咁就较稳阵啦。记得千祈唔好砸喺草地同埋高山植物上面啦，系禁止噶。而营地嘅设施方面咧，佢有水槽取水啦，有石台石凳啦，不过成个场只系得几张嘅啫。有洗手间，咁就冇冲凉同温泉设施嘅。如果要冲凉啊或者浸温泉咧，就要去 Mikulika 池温泉啦、雷鸟庄啦、雷鸟黑啦或者 Lodge 小屋温泉啦。咁而雷鸟泽管理所啊系冇嘢卖嘅，如果想买啲簡單食物或者飲品都是要回上去上面提到那幾個沖涼温泉的地方才可以買得到的。而管理所啊、露營場的設施啊，會在每年的4月至11月啊，即是封山期咧，暫停服務和使用的，那就大家注意啦。這個雷鳥澤露營場的介紹就是咁樣啦。去咗煮嘢食啦，哇，好冻啊！一收到太阳，极速急降啦，由11度咧跌个零钟内跌到而家得翻1度嘅，清晨时分最冻啊，-2度见到，哇！快啲食完，快啲瞓啦，我哋要。我都着咗一件短袖 T 啦，一件薄羊毛长袖啦，一件薄羽绒啦，同埋一件 jacket 手套，一条 Uniqlo Heattech 嘅打底裤，跟住一条长嘅 Man 皮裤就咁啦。咁样状态就啱啱好啦。而家煮面食，今晚食面啊！因为知道冻咧，所以食啲热嘢有汤嘅。好 ，let's go。Soto Wind Master 配翻 Soto Gas。哇！好，我过嚟烤火啦。日本罐头好好食啊！而家呢只配厨买咗个餐肉啊，摊个我从手度去摊方便咩啊？Remaster 系好明显劲过 Pocket Rocket Two， 快滚个 Pocket Rocket Two， 佢轻啲添，系大嚿少少嘅。
午餐肉。哇！呢度系午餐肉嚟噶。唔知有马肉喺度。开埋罐先，啲嘢要捞匀佢，啲米粉要捞匀。散唔散啊？散啊，散咗好似咸牛肉咁样。我可能系咸牛肉嘅，试下汤先。但系好热喎，个煲，个煲好热喎。你太快冻啫，我呢个女嚟噶，所以。哇，好熱啊！嗰煲跟住反啊，嗰只夾唔得啦，飲唔啱啲先。暖粒粒啊，飲到啖湯嘢好熱啊！係喎，肉碎嚟嘅應該係。面都 OK 喎，有面都味。鹽味。嗯。好似呢個。有酒味嘅，系啊，好煮啊，系喎，酒煮嚟嘅，酒煮青 ，O K 嘅，都饮唔到，饮到，冻冰冰嘅天气饮碗热汤就系，食面系冇错啊，就算你如果真系冻冻食脱水饭，你都要冲翻个热汤饮。咁凍真係要有熱嘢飲，完全係兩個世界。擺大啲都得。呢個係味噌。熄曬燈啦！咩啊？熄曬燈。好多人都瞓，而家講緊而家係幾點啊？六點半啊！啲人瞓。我明。一翻又瞓啦，哇！而家扶一度到啦，应该瞓觉。我今日用咩咧？就系 firm 啊，就 X firm NXT Max 最劲嗰张啦。咁坐上嚟就直情感受到系隔开咗个壳，系两个世界。坐一阵已经觉得有啲暖，正。所以你去啲冻冻地方，呢张真系掂啊！枕头啦，冇特别啦 ，Limo 啦。咁另外有睡袋嘅 Langer 负几啊？好似 Extreme 负八，正常好似零度附近。UDX 280，唔知而家仲有冇佢。咁另外其实我预备咗 SOL 嗰个 Escape 嗰个紧急垫嘅，我睇下一阵瞓落个睡袋够唔够先。如果唔够咧，就外边加呢、這个。我咁我之前买咗呢个 C2HV 嘅羽绒袜嘅，咁今日着。而家出边其实好多星星嘅，转头分享俾大家睇啊！好，晚安啦各位，听朝见。